骄傲爱慕自己今日去翻到嚟母校有个任务在身，就做啲咩？就系考我啲师弟师妹嘅数学水平去到边咧？究竟佢哋系罗庚劲定系个神算星？好紧张啊！系咪阻住你食饭呢？系啊，系啊。好啦，首先咧，热身题。嗱，你咩时候咧加二系等于一千嘅？啊？你有一千隻手指嘅咩？咁啊，九十八。兄弟之間，呢個真係唔知道哦。諗唔到，我哋開估啦。情與義，值千金。咩時候一加一唔等於二啊？盡制咯，換盡制咯。錯誤嘅時候。第一個答案啊！呢個時候入正題啦。知唔知咩係黃金比率？好似话系最好睇嘅比例，即系好似你咁样。多谢你嘅赏识，咁你可以放喺我块面嘅任何一个位置，谂下点样先叫黄金比例咧？呢度应该系两个眼睛之间系一，即系咁样噶咯。想唔想知答案先？黄金比率系源自于费波那契呢个数列，即系话你有两个部分，由呢个额头去到鼻，鼻到下巴，可以做到1.6:1嘅话咧，你就系超级靓女啦。而野兽嘅比例咧就系呢个。OK， 呢个问题就系、是、有冇拍拖？冇，冇啊。有。我唔睇二中学生拍拖。好，啱晒你答。好啦，如果你每一次拍拖嘅时候咧，你爱情经验值系加一，跟住失恋咧又减一，啲无限咁样加一减一，去到最尾你嘅爱情经验等于啲乜嘢咧？零。系咪因为你系 A 零咧？一百，我未试过失恋的感觉。要知道呢题嘅答案其实好简单，首先你要知道意大利嘅数学家格兰迪嘅格兰地级数，将呢个 S 都有呢个算式。一减翻 S， 要发现右边就等于翻 S 啦，咁呢个时候你就得到，而 S 等于一。最后 S 就等于0.5。DSC 加油，科科 pass， 唔止 pass 啊，科科五要帮你准备好未？今次有呢个数题应该难唔到你嘅。嗱，呢个时候仲有支笔。知唔知呢个问乜嘢咧？想唔想开估？嗱，想知答案咧，就睇我条片啦。OK， 系啊。